还有我们现场还有预约券哦，所以那个有买一日票的游客还可以来，赶快到我们旁边来拿我们的预约券，参加我们的又盛又重庆团圆的活动哦。我们活动时间到十二，这也是不一定要胜这一组的，对，搞不好他这样投票，他居然是最接近的。
OK 吗？